然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新源便利贴，耶！夫妇妻儿女，对气重叠，日月光芒，爱意无限，人地于此，心愿开天，心色携手，诗意万千。Z48 Team G 的杨可露，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南京学员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NZ48 Team G 的王子欣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南京巡演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介绍你们两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可谷明星。谢谢大家。后面要跟着喊王子欣啊！王子欣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GNZ48 Team N 岁的张润，谢谢大家来看最佳拍档南京巡演。谢谢大家。
那么今天的 MC 话题就是定时炸弹。那么我们的炸弹谁带了？有人有炸弹？没有，我带了，根本没有人带，没有炸弹。有，就是拿手机定时，刻骨铭心带的，刻进心里，一定要带上炸弹的。炸弹了，然后那我们要不要分开站，就是岔着站，还是直接这样站？这样吧，惩罚就惩罚一队。但是，需要你的拍档给你一项惩罚。我意思是我们站着问问题的话，我们就问对方吗？能不能把麦拿近点说话？没听清楚。这样递着，就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不要分开？就是拍档不要粘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虽然是拍档先，好，一定要粘在一起是吗 ？OK， 那我们从那边开始吧。从石中军开始吧，从石中军开始吧，先定一个时间吧，然后先定一个时间吧，随便多少。这是干嘛来着？好了，开始了。就是石中军要问你问题啊。你其实不是很想跟我组拍档，对不对？你问别的，你问别的组。不，按顺序来。你问他，你问别的组，你问他们问题。你们两个明年还会组珠江拍档，对不对？当然。你们两个明天也会什么？当然了，游戏吗？就是要回答嘛，要及时回答。如果你在犹豫，那就快点问他问题。你们明天也会组织要他们拍档，对不对？当然了。我们明年不一定。想问你，除了你们每个人说出除了自己现在来拍档最最心动的人啊，就比如说。你想跟谁组？除了我的拍档最心动的人，你呢？除了我呢？比如说我们李慧和我们的冉元前辈啊。不是，他不是炸了才能回答吗？不是啊，那在你手上炸了的话，你就要接受惩罚，你赶紧回答吧。炸了，炸了，那你先回答完。不用回答了，炸了就。所以明年你们想跟我组？想啊，想跟谢菲菲。如果你压力不大的话，他每次跟我跳舞都像上楼梯一样，就是一脱鞋下楼梯了，一穿鞋上楼梯了。哎呀，有什么惩罚吗？对，你们惩罚就，那我们给大家 cookie 表演一个。注意一下，我们要打雷了，要打雷，刚下雨，大家还回家吗？南京下雨是因为你们吗？南京打雷是因为你们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哦，有的人是真是假，我们也不知道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待会攒着来吧。我们攒着来吧，再出一组，然后我们就节奏快一点。对，节奏快一点。好，我们开始定时。好的，我们往那边问吧。好，你有什么想问？你问，我问。虽然长得不知名，但长虽然不知名，但长得还行。你们对内不合是吧？你们两个其实非常讨厌对方。对对啊，对，我们明年都想跟别的人组 CP。我也没有很想和你组，明明就是他找的我。明明是你一开始就一定要跟别人组 CP 了，我们两个刚组成立不过两天，你就要跟别人组明年的 CP 了。好，问他们什么呢？夸对方。哎，你真是浪费。你来。你们两个，就是你会不会跟别人组 CP？ 选一个，一定要选一个，除了杨可露。你说的，你问的不是会不会？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关系行吗？玩游戏嘛，没关系的，你应该可以对吧？今天是最佳拍档，不一定可以。不行。不行，问他。问，开始问。前辈，你们最喜欢你们拍档的哪一个舞台？我们俩的舞台啊，这么简单？对，这么没意思。这么简单，就是所有舞台呗。你觉得在场
听等一下已经炸了，没有没有炸，他还没有提问，所以我们的我们的前辈也跟我们一起，对，我们前辈也跟我们一起说，因为他还没有把话出来，好可惜啊，我也好想回答，对不对？已经炸了。不是，我们其实也很想回答你们俩的问题，对，很可惜没有问出来。你们刚刚把手机扔掉是认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要给我买个新的？非常抱歉。那你们四个给我们四个想一个惩罚吧，就是不要太过界，因为我们可能没了吗？啊，有啊有啊有啊。那再来一轮吧。再来一轮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很不错的了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他们一个都不想放过？你们这有个结扎问题。好了，开始了，谁先问问题？我们换一个地方。他们不想问我们了。那你们问我们吧。你现在最想亲吻的人是谁？前辈，这样，前辈亲吻我自己。不，我也亲吻这个舞台。哦，对啊，宁愿亲舞台，也不亲你拍档。因为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我们虽然是就是关系可能跟他大家不一样，哎，只有真的才会避嫌。对，哎，对，防止他避嫌是我们，防止我们节目还能继续进行，对吧？前辈们还有巡演，对吧？他们继续，那换了反应吧，我们换这边，快给他们，快给他们，啊。小心啊，不，刻骨铭心改名了，有什么想问的？那你此刻最想亲谁？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干，这是一个测试，这是一个测试，他只是看一下而已。我开玩笑呢，开玩笑呢，你怎么当真了呢？你们除了对方，最想和谁主拍档？我替江肉回答，杨若曦，你怎么替你自己回答？我替江肉回答，你说你自己，我都没想好呢，我还说出那两个字，别激动，人有小名，有小名，万一有小名，对吧？说出那两个字，你是不是也是两个字？都是大乔是吧？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最佳拍档舞台上颜值最高的？废话。是。又问我们他们。哎，又炸了！炸了！炸了！哎呀，啊，好遗憾，又是这种场景。这应该炸在你们手里吧？你手里，你抓着他呢。你话还没送出来，对，那我们。还得再来一轮是吗？我们的问题根本就没抛出去，再来一次吧，有再来一次问题，再来一次，你换多少个位置都试一下，试一下，都是他们这样。能不能让我们问一个问题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有个非常好的问题，没吃了已经。好了，来吧。你们觉得今天这个雷是为了整所有最佳拍档的哪一组？哪一组打？你们记得。好，不要一样好吗？我脸别的，张若文。哎呀，我本来想问那边的，好吧，勉为，好吧，问你们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玩了。觉得对方最性感的一个地方是？哎，炸了！炸了！好，他们也惩罚。好，你们也惩罚。是这样吗？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两分钟。这么久啊？他为什么不能讲？哦，还没好。那就是对方最性感的一个地方。啊，我们慧慧，身高，不可自拔的爱上。你身高前列，不可自拔爱上。我们都喜欢对方不一样的，对，我喜欢他的脸。哦，因为他很漂亮。谢谢。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喜欢他的下巴，因为你很难看到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抬头。啊，那我们问你，哎呀，问点什么好呢？你觉得你们今天的舞台是不是最好的？比你们好。你问。啊？你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怎么给他看呢？你不能给人家看。我说他的啊，就是来陪我过生日。你说我的吧。太多
高了。忘了。好了，我很满意这个回答。高情商，高情商，快加速加速。不给啊！你觉得？你觉得今天这个雷是为下一对下一组拍到哪一对 P 的？新路，新路的下一组。说一个对方的缺点。很漂亮。来说一个对方没有的缺点。没有。长啊，说一个对方的三个优点。美丽、漂亮、大方。你们谁最漂亮？你觉得你缺点是什么？我缺点是什么？我缺点是这个有点高。你觉得对方有什么让你觉得感动的事情？芬娜，每一件。你觉得对方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现在现在。你们觉得那个你们不是我没选啊？炸到你了，前辈，你们还没问呢。你觉得？我们说出了你觉得了。我觉得什么？那就在你们手上炸了啊。不是，你们俩开 buff 了是吧？对，就炸他们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我们手机。哦，先扔出去。不是，刚刚我以为这个炸弹会轮到你们呢。不，雷只炸关系不是那种的。来吧，开始下。那我们来惩罚吧。惩罚吧。二位，对，给我们想一下，那就惩罚他们吧，他们没炸。哎，对哦，他没炸，要惩罚他们的。你们想要什么惩罚？来，能玩吗？不敢玩。什么惩罚？你有什么？那个黑灯的惩罚。一直老师把灯先黑一下那个。你们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没有做的？他们不想在台上做。是啊，那我们前辈，你觉得他们俩能？对，上班了，到觉得他们俩就是有想惩罚吗？想看他们俩干嘛？不想看到，他们想自己做惩罚。吃。不能吃啊！不能吃啊！不能吃。姐姐举得很辛苦，注意尺度，还带了一个颜色的纸，黄色。意思是不要搞。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觉得。你们觉得？要不惩罚真的会写吗？那就。这有什么好看？我们一个看真的，没什么。看他什么？我想看他拖鞋。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想不可以。看着李慧公主抱谢飞啊，都公主抱一圈吧，要不然可以，我们每个人公主抱一圈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就这样，可以，可以。每个花抱过，可以吗？好，别，你看看他，我感觉他要折了，你看看他，我还是可以的，可以吧？我们一起做这个惩罚。太过分了，这来吧，怎么了？他们怎么了？抱不出来，他们俩抱不动，你们俩谁是花？你们谁是花呀？他们是花，都是花。你们谁是花呀？我们都是花。谁比较？那你们俩撞了呀？臭不要脸！撞了不更好看了吗？对，都好朋友。那你觉得你们好朋友谁力气值比较大？什么？谁的力气比较大？那当然是我了。那就很明显了。那就魏学园前面抱你。妈妈，有没有大家如果要剪 cut， 一定要在前面说一句：“妈妈，不是我想抱，这是一个惩罚。”真的不是我想抱。因为我妈不让我公主抱，她怕我那个腰折了。一定要在那之前加一段，谢谢各位。好了，来就别抱了。对，那做别的吧。不是你换一下了，我怕你。我行。你要不换一个？那裙子太短了，咋办？我俩。换一个。换一个，那就。那就先看一下你们惩罚，然后我们想一下，是吧？好吧。我们玩我们。啊，我可以抱着他，他抱你，这样显得我好像那种有钱人不聪明的那种。谢杯这么重啊！哇！谢杯的鞋重10斤。谢杯说：“我终于比李慧高了。”
不是，就咱们南京太好吃了，这两天吃肥了，对，吃的有点稍微略重了一点。好，到你们了。你这么直干嘛？没必要，没少练。你软一点，你软一点行吗？快起手。人家让你弯一点。他说他已经够了。哇，很棒！好，下一组。下一组。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真可以。真的吗？他力气很大的。你看人家就很弯，为什么你要那么直呢？前面。要不这样，你拿我的衣服捆住自己吧。哦。好了，到什么字了？你什么？准备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下一组小伙伴，下一组小伙伴吗？耶！再次。